回到节目现场，今天十分访谈，我们继续来关注2018财政预算案。我们当前社会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颠覆性的科技来势汹汹，恐怖主义持续威胁社会的安全。为了要应对挑战，化危机为转机，政府的开支逐年的增加。2016年，政府的总开支为710亿元，2017年增至739亿元。而今年方面呢，政府的总开支的预估是高达800亿元，其中社会方面的开支还是占了最高的比例。今年也是我国人口进入分水岭的阶段，65岁以上的人数将首次超过15岁以下的人数。面对人口老化的问题，新的财政预算能够如何的帮助每一位国人安心的养老呢？今天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探讨。首先欢迎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杨李维娟教授。杨教授您好。您好。另外我们也请来了新加坡人人家园总干事杨达明先生，欢迎。杨先欢迎。好，首先呢先来请教两位了，各自怎么样看待这次的预算案？杨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战略性可是很谨慎的一个案哈，是它包括很多很多方面，它你可以看到它是很前瞻，很有前瞻性的，包括讲到怎么样去打造了一个很活跃的一个经济，然后创造一个绿色智慧的城市，包括有怎么样的去打造一个温馨的家园，让大家养老照顾自己的家人。然后最后呢，这个部长还花了不少时间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我们要很小心的用这个国家的银额，因为要为将来做打算。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部长一开始就提出三大这个世界的挑战跟这个趋势。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亚洲来了。第二个就是科技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事。第三当然就是老年的趋势，那就是基于这三个趋势，他提出一系列的这方面的策略，我觉得是相当有趣的，相当很好的。是，尤其是这个人口老龄化，还是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哦。对对，尤其杨先生在这方面的接触特别多，你的关注点是什么？是，我觉得我同意杨教授的说法，就是挺全面性的一种的预算案，但是比较令我关注的就是人口老化的这个问题。刚才你们报道的时候也说了嘛，这个是分水岭的一年。你说65岁以上的人会超越15岁以下人的这种人口的比例，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你已经进入一种这个人口老化，而且必须继续的来支持他们的这一个年代。因为如果你说年轻人，你开支往教育方面去看，你至少可以用这种投资的方式来想这样的问题，因为他长大以后可以赚钱什么等等的。但是如果你的老年人比年轻人还要多的话，那恐怕你就得好好去想你的钱到底要会从哪里来。所以我想部长在这方面是特别注意，特别花一番心思的。是，当然人口老龄化是我们一直要关注的问题哦。想请问杨教授，就政府宣布要扩大这个乐龄支援网络，针对这一点，你认为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我觉得这是蛮好的看法的。这个很多国家也有过这样，就也做过这样的测试，就是因为人口老龄化了，很多不光是这个医疗费用是增加了，还有他的脑筋跟心理方面有很多很多的需要，都是就是需要从多方面的去照顾他们的。那在他们这个预算案里头有提出说，从家人啊、社区啊。就是朋友大家一起来合作的，有建立这个网络去照顾这个年长者，我想这都是挺好的主意的呀。我们一直在这个老年人口的比例上面一直在以日本作为我们的一个例子。那以这样子一个支援架构来说的话，他们有没有一个现有模式是可能我们可以参考的？日本呢已经老了很久了，已经20-30年了，所以他们也有很多尝试过不同种的
模式，不是每一样都是成功的。那当然，现在他们国家也付了这个债台高筑，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医疗费用增加。不过他有几样带，就是他已经就意识到说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到医院去养老，所以在社区养老或者是这就近就地在家里头养老，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意思是他们在社区里头有一个好像关怀组织这样子的团体吗？社区里头有关怀组织，也有这个医疗组织，大家一起在做。是在关怀组织方面，他们也是有这个老人中心，有年轻人跟有的时候有小孩子跟老人一起有一些比较常有的互动，这样子老人也可以教导年轻人或是小孩子，然后可以互相学习，对他们其实在身体上跟心理上认知上都是挺有帮助的。是，而且可以让这整个社区都活络起来，有正面的影响。那我们在新加坡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可能让老人家和小孩子互动比较多一点的环境？我发现最近有关当局在设计这一些硬件的措施的时候，他有些时候是刻意的把这些幼儿园建在比较靠近有乐龄中心的地方，这样子一来的话，你至少有一些比较自然的互动的可能性。是，但是政府也宣布要成立这个关爱乐龄办事处，到时关爱乐龄的这个大使就可以登门造访每一名年满65岁以上的国人。你认为要执行这个措施，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我觉得难度有点高而且我不大晓得他说去访问每一位到底是健康的也访问呢，或者是独居的也访问。我想他大概会先从独居老人开始吧。所以你要有这一些人能够一对一或者每一位访问，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够知道需要帮助的人到底在哪里。因为到现在为止似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完完全全知道整个新加坡独居老人的情况是什么样，所以我们期待从那里能够得到一些资料，然后能够帮助这一些人。但是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软件或者新建这一方面的培养。怎么讲呢？就是说你当然从硬件方面你可以聘请很多很多人去做访问嘛，但是正如杨教授刚才所说的，你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或者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的国民是非常会敬老的话，邻居也可以帮忙啊，所以你就不用花那么多钱来请人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更加把劲吧。所以是一种心态上的一种转换的需要。对，我因为我们城市我们发展太快了，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从事这行业的机构总觉得说我们得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特别年轻人跟年长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年轻人愿意去做义工啊，去帮助老年人清理他的房子。因为你从保健方面来说，除了身体上的疾病以外，心理疾病也很重要，例如说孤单等等。那孤单不是你请一个人过去问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必要有自然的这一些关怀。对，这个不过让我想起来，就是在1950年时代，这个中国也有这个派这个赤脚大夫出去，就是到乡间去做一些最基层的服务。那个时候那个情况呢，就是那效果还挺大的，就是很多的疾病啊，还有这个死亡率马上下降的蛮多的。所以这是因为不可能把所有的每一个医生跟护士都派出去，逐个逐个的出去。那现在有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所以这初步的把一些有受过基本训练的人员派出去，先探查说有什么样的情况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这个老年人其实很多不同种老年人，有些是65岁还是就是还很活泼，一点都不需要你去帮助；有些是很需要你帮助，完全是很需要的帮助。所以这第一波的这个就是全面的去调查，我觉得可能有用。不过就是说到时候花了多少钱，有没有这个回收率，还是要以后要慢慢的去研究去探讨。是，那您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这整体社会上面对最棘手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最棘手的问题显然第一个就是
医疗费用的增加了。那在这方面，这个预算里头有不少这方面的就是政府有多做了很多东西。可是不光是这个医疗费用，就是老年人的心理方面跟这个认知方面，很多都是没有照顾到。这次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预算就是说它政府注重这个社区的关怀。因为看以前的就是那些政策，通常都是说照顾老人一定是家庭的责任，是家庭是做第一个责任啊。不过他这次提出来的就第一个还是个人的责任，就是说他有部长有提到说每一个人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学习那东西，学习的技能去贡献给社会。那除了这个以外，家庭他还鼓励说孩子跟老人居住的，一的是住在一起，或者是住得近一点，这样的去照顾。不过我想这次他特别强调社区，就是有注意到说这个家庭，因为几世纪来不是几个十几年来都是生育率相当低，所以这个家庭能照顾老人的能力现在也是比较有限，所以这个社区政府这个每一个网络都要结起来，所以这方面是比较特别一点的。对，但是最后请杨先生就是想请问你的，就是整体看来，你觉得哪些领域其实值得政府多关注和扶持的呢？我觉得预防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看人口老化的时候，我们的假设就是人口老化就是病啦，或者是保健方面需要很多帮助啦，或者是他不能够照顾自己啦等等，那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你是中年，那个好像我这种年代的，你好好照顾自己，我也差不多，你没有啦，你差远了。你好好照顾自己的话，你好好在保健方面，在学习方面，在各方面好好照顾自己。若干年后不多久我就要进入乐龄年代，所以你到那个时候，如果你的国民大多数都是挺健康的，都能够照顾自己，那对社会的负担就会少很多。所以这是每一个人对外跟对自己的心理建设。对，但是预算案当中我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注意这些人老了以后要怎么照顾他。但是我想，如果你鼓励现在中年级的人好好照顾自己，应该可以。这个感谢两位宝贵的意见， okay, 谢谢。好的，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内容。我想这几天可能大家到亲戚朋友家拜年见到长辈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做出一些亲切的问候。是，那每当过年的时候呢，我其实父母亲都会准备一些红包封，要给上门拜年的一些小辈哦。当然，春节过后剩下的这些红包封套应该怎么处理呢？好，现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看一些手工艺品，是用红包封套来制作的哦。稍后的生活小学堂跟大家分享他制作的方式，记得锁定了。